欢迎登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新闻继续来看是来自嘉义市的消息。一张圣诞心愿卡会当帮助贫困的囡仔来圆圆一个梦想。来看就是奈斯王子饭店心愿卡一年活动进入第八档，再度来温馨启动，希望会当帮嘉义教护中心阁有受援助幼儿的囡仔做伙来圆梦。今年的活动以阿尔卑斯山下的小路为主题，将圣诞马车堆叠了满满的圣诞礼物，营造出幸福满满的气氛。启动仪式也特别邀请到市长吴明辉莅临，希望透过伊的号召，会用个召集社会大众的响应，募集更加多的圣诞礼物。做起囡仔的圣诞老公公，在圣诞节的前夕做了一个圣诞心愿卡，让所有弱势的孩子，能够许下心愿，而有心人、有爱心的人，借着这样的因缘，一起来认养。他们不只是认养，一起来协助，让大家能够如愿，能够圆梦。那我想，今年第八年，我很开心，我自己也能够有缘能够来参与今天的活动。从今天开始起跑，我们有274位小朋友，他们的许愿，我看他们小小的心愿，当他能够获得这样礼物的时候，是大大的满足。嘉义市长吴明辉、奈斯王子杂饭店总经理詹庆展、家福中心主任新明安、秀园幼儿园董事长罗宗明，等等贵宾，做伙将心愿卡挂上圣诞树，等待善心人士来领养。我们这样的抛砖引玉，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然后希望我们每一年更多的善心人士来我们饭店。然后看我们小孩子他们希望要到什么样的东西，那我们希望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圣诞心愿卡活动吸引了不少善心人士每年固定来领领，也不少囡仔希望因会用得到卡踏车当作因的圣诞礼物，也希望社会大众共享圣机。第一新华科技公司特别赠送燕麦等等的食品，这也是因第三年的响应，希望透过抛砖引玉，募集更加多的爱心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江怡琪采访报道。